接下合格证书，为了结合南投县农业与观光两大产业，县府和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以及暨南大学共同打造南投好食民宿品牌。今年也有原乡部落民宿获得合格认证，希望能将部落美景、美食以及在地文化推广给游客。南投观光协会呢，就是有这个好食民宿的品牌，啊，然后，刚好，他说，我们。 像我们都有提供吃啊，有没有就是说就是兴趣，然后想要参加这个遴选来部落的话，主要就是在地原乡我们的原汁原味的口味这样。南投好食民宿透过料理在地食材，以及同时推广当地农特产与伴手礼品，今年也已迈入第七年，顺利达成突破百家目标，希望以团体合作模式。 提供旅客各式各样多元的旅游需求。那每一个好食民宿呢，都是使用在地的农特产品来提供餐食给入住的旅客。来到我们南投，其实在不管清境、日月潭，或者甚至是我们的原乡部落，在双龙部落这边也都找得到我们好食民宿。南投好食民宿借由县府严格把关，除了代表民宿受过政府认证，也更能凸显当地特产及人文风情。 期待持续携手民宿、小农，打造从餐桌认识产地，用味蕾体验南投的共好愿景。也是希望昆迪南投鹿谷采访报道。